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吃草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68集的节目。转眼呢，大黄蜂独立电影好像也过去两年了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间飞快。那 SteelSeries 的第65号呢，推出了这一款 Blitzwing。想当初呢，这个家伙呢初登场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这不是这个 Starscream 吗？对不对？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红白配啊，非常非常接近了。但是后来电影公司呢大笔一挥啊，说它是 Blitzwing 叫闪电，我们也只能乖乖认了。这个的话呢，就再一次的证明一件事情啊，这个有版权的官方的话呢，还是说什么是什么啊，指鹿为马呢，我们也只能乖乖的跟着啊，把鹿说成马啊，黑的说成白的，我们也只能乖乖认了。这个就是有版权的人呢就拥有这个最终话语的霸权了。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家伙的话呢在电影里头呢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对战画面啊，特别是一个空对地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作战方式。在空中飞翔的机器人呢，在对抗只能够地面作战的机器人呢，还是非常占有优势的。这个的话呢算是给我们提供了变形金刚第一集到第五集呢都没有的一种特殊的新的一个战斗感觉。那我今天的话呢先把我手边比较认可的几款啊，就是我认为是 OK 的一个大黄蜂独立电影的模具呢摆在各位面前啊，我们稍稍的回顾一下啊。这个粉碎啊，还有这个是反弹球啊，他们分别我是选择的是这一款啊，这个五脏我是选择的变成载具的这个家伙，他身上有两个推进器的这个版本啊，比起那个会掉进的那个车辆形态好很多。然后反弹球的话呢，我反而的话呢啊，其实直升机那款做的变形非常的妙，但是以这个人形状态跟配色的话呢，还是以这款变成车子的话呢是比较合我的一个审美的。那大黄蜂的话呢，我是觉得呢还是以吉普车的这一款呢，我觉得是比较优秀一点。金龟车那一版的话也不赖啊，但是的话呢我觉得硬要选一个，我会选择这款吉普车的一个形象比较有一个感觉。那至于 OP 的话呢，SS38 的这个模具的话呢算是非常的精彩了啊。尽管呢之后还有推出一些放大改模什么的，但是呢我还是会认为38的模具呢非常值得收一款正版的。那我手上这个的话呢是有推出一个变形金刚35周年的一个金图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当然了，今天的话呢主要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SteelSeries D65号的 Blitzwing。那我顺便提一下，各位已经看到了变形金刚经典系列航行加急系闪电。是的，我今天给各位开箱的这个话呢是大陆的一个 3C 版本，因为这个的话呢在台湾的一个配箱的绑的非常非常的机车，它要绑一个黄色的这个 long page， 还有这个之前推出的那个铲车。之前的话呢我说它量不多，没想到这一波的话呢强势的呢跟这个闪电还有这个黄色的 long page 绑在一起，导致于说这一款闪电在台湾目前的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便宜了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 ,3C 版本如果价格可以的话呢，各位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闪电造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修长，对于电影里头的还原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不赖啊。身高的比例呢跟这个大黄蜂相比的话我觉得也是挺搭的。那大家都会很想要做一个这还原电影里头呢这个闪电将大黄蜂呢给这个揪住了一个画面。那我的话呢就稍微展示一下啊，我有点忘记它的这个像是毒针的这个东西呢是在左手还是右手了，无所谓，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它本身这个关节的话呢都非常的紧，要把包膜臂插起来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啊。这个大黄蜂的话呢这个脖子的一个下方这里呢有非常大的一个空洞啊，随便雕一下呢都可以把它给雕起来。然后的话呢就稍微的去调整一下人物的一个重心的匹配啊，还是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做出来的啊。这个腿的话呢往前面放一点点 OK，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大黄蜂呢给雕起来了啊，非常的简单。那这个大黄的话呢我们就暂时的呢请它到一旁去吧啊。没想到时间过得飞快啊，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跟这个刺针的提款非常简单，直接的滑下来就可以了。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本身的话呢就没有其他的涂装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是一个手掌，看到吗，它其实本身是一个手掌，在掌中心的话再长出一个东西的感觉啊。这个呢电影里头呢可能呢速度都太快了啊，有时候呢就是透过玩具啊我们呢可以呢做一些定格的一个欣赏，可以看到玩具啊，可以看到电影里头它可能是长什么形象。当然电影里头是一回事啊，这个玩具呢不一定是完全的还原，但是呢肯定好过没有了。然后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身形，然后还有一个偷叫的状况可以说是不怎么多啊。后面的话呢这个后面这个整个部分稍微单调一点点，但是也是做得相当可以了。
本身关节的紧实度呢也都是偏紧的，甚至呢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个手臂360度的转动的话是非常的紧啊，我是上了一点细油啊。那我还再讲一下所谓的细油啊，细油的话应该是在大陆应该叫做硅油啊，是一个十字旁，然后两边是两个土，应该是念硅啊，我大概查了一下应该念硅油。那就够，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人问了啊，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翻译的话会有这个问题，反正就是大陆叫做硅油，台湾叫做细油的东西。那我稍微给它加了一下，这个呢它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呢它这个部分如果太紧的话呢，就会导致这样子，整个胸口在动的时候呢，这个手臂的连带整个胸口会整个把它给抬起来，这个在刚拿到的时候呢，这把玩上是非常的不爽的啊，这两片部件呢是要把它给塞进去的，导致于说呢，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有时候我都必须手去这样给它给捏住啊，再去动这个再动这个手啊，对不对？他明明是他的手在动，结果是我的手要出力，那种感觉都非常的不好。那包括了这个二头肌的部分呢、然后也是非常的紧。这个家伙身上的关节的紧实度来讲，膝盖是恰到好处，然后有几个地方就是太紧。这个我个人感觉了在把玩的手感上是一个比较强烈的扣分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头雕，非常像是这个飞机的驾驶员的一样的一个口罩啊，它是两侧有两个像是。这个可以充气的一个感觉，然后头部的话呢是一个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从后面看有球形关节，那你可以看到后面呢特地呢开了一个洞，开了这个洞的话呢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头的话呢可以往前面啊这样的完全的给多打一点点角度，但是还是不能够飞到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地方呢可以安插一个支架啊，这个的话呢如果你之前的那个 Sailway 有买的话呢，刚好支架可以派上用场。二头肌可以转动，然后呢手肘的话呢它是看似是一个双动关节，但其实上面这个关节的幅度非常有限，只能转这么多，往后只能这么多，往前这么多，往后这么多啊，非常非常的小啊，主要是靠着下面这个关节，但是已经足够呢让它在这个胸前呢摆到一个大概到这个位置上面，非常的不赖。然后非常可惜的呢是它的一个腰部是没有办法完全转动的，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前面后面的造型其实限制挺多，你要转动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一个问题的。然后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往前踢往后踢，裙甲的话呢是可以稍微掰开，裙甲掰开非常的紧非常的紧，整体的一个塑胶的感觉呢我觉得也是它比较接近于之前的那一款这个反弹球的直升机的那一款，只是稍微厚一点而已，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胶摸起来的触感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好，甚至我要说呢以 SS 系列的 Voyage Class 来讲的话呢，我目前为止呢我还是会最推荐 SS，应该是6号的那一款 Starscreen 吧，那一款的话我还是觉得是最值得推荐入手的一款。那它的武器的一个握法也是比较有趣的啊，它的武器的握法是这个样子的，从这个地方稍微扭一下把它给转出来到这边，从这个地方它是前面有个凸，从这边扣进去。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多这个凸呢？因为它这个手难得它这个手腕这里四指有一个根部可以动，但这个根部的话它握住这个 银色的枪是握不住的啊，是所以必须辅助这个后面多一块凸来辅助它才能够握得很紧。那这个武器的造型就炫了啊，就是涂装的话也还算过得去，有一个银漆的一个涂装，然后上方的这个导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了啊，就这个地方扣进去，那么有时候会把它给蹭掉，因为它的插槽的话感觉不是非常的深啊，不是很好，外摆那时候这里可以动，那脚踝可以动啊，这个刚才应该做过展示了。然后肚子的话呢这里啊还好它是用了一个透明部件啊，对于玩具的质感提升是有比较好的。这一款的话呢认真我要挑就是它的一个人形下就是关节的一个松紧度呢有着一个强烈的不怎么就是有的地方松啊有的地方紧啊。那之前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呢玩具的手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我是用键盘给它做比喻啊，这有一些键盘你按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反馈力道很好，又就是手感好，那按下去呢没有反应或者弹起来很慢呢，你觉得按下去顿顿的那就手感不好。那这个关节的松紧度呢有强有弱，这个也就是在我看来手感也不能算好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变形过程了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腿部的话呢给翻转到这边，然后呢这个地方翻出去，脚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整个的给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把这一块部件呢这个时候呢往外推出去。 OK， 这个变形来讲记忆点的话还是比较不赖的，因为一次就变得记得住了，翻转之后然后把这个地方拉出来，这个地方推出去啊，拉到这里，然后把这一块部件尾翼给翻出去，再来的话就是两腿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了啊，这个地方合并，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人鱼形态的一个闪电的一个形象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继续它的一个变形啊。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打开，这里。哦，今天的话我们就画比较多的把它变完啊。前几天的话呢，有时候做一些小短片的剪辑啊，那只是啊稍微练习一下手机剪辑一些快速的影片啊。大家都说什么我变短啊，又小啊，又快啊。我猜你有什么老梦就出来了。那个只是稍微练习一下嘛，我后来还是有会通常我还是会补一些啊，就所谓的一个正式的影片嘛。当然如果是相同模具已经介绍过太多次，我们就啊做个小型的 MV 就把它 pass 过去了。那这个部分的变形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啊，非常的简单的。再来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把这个胸口的这块部件呢移到下方来。移到下方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可以把它给这样子。它是这个地方应该是把这个啊这个先打开，把头呢先给缩进来。然后这个部件就可以松动了，然后把这个部件给放到后方来。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地方解决好了，后面这边这变形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把这个部件呢往前面推出去，啊不对，是推这边，推成这一边，它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啊，你记得是把这个小型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翅膀的话是朝前面。朝前面啊，然后我们把手臂的话，你注意看手臂这一块，这个地方不好讲解，我直接用这一块翻给你看好了。这里小臂后面有一块这个部件，我从这个角度给各位看就知道了。翻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把这块部件呢，把它给转到跟这个地方像拼图一样的把它给拼起来。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 ，OK， 扣上去了。从这个地方看比较简单，也就是说呢，变完之后它的手呢会摆成是这个形状，会是这个形状。然后你再稍微调整一下这一块部件，这样就行了。也就是说呢，因为它手臂这一带的关节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也不太需要呢啊记得是怎么排。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是呢把这一块拼图呢硬是把它给拼上去就可以了。这一带的话呢，完全可以利用塑胶的韧性，你看推一推就推进去了啊。这个也是官方玩具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就这样的。然后呢，这块部件呢就会直接的跟身体这个地方有两个结合卡扣，自动的扣上了。这个地方的话就不用多做讲解了啊。这个地方主要是手臂这一带非常简单。这个部件呢往前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里面有个凸跟凹的结合，扣上去，把它给扣上。然后呢在哪旋转这个飞机的一个头部。哇，这一款的一个是什么叫做鬼怪战机吗还是什么，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那顶多的话就是在调整这两个啊，这两个部件，你顶多在调整这里，稍微去调整一下。调整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一个角度，你也可以把这两片放进来或放出去都可以，都可以的，这样的。那主要就上方这一带啊，把它给捏的漂亮一点点，让它上面的一个缝小一些。那它的一个最后的这些附带的这个首先是这个子弹，这个大的这个导弹，大的导弹是比较直觉的就知道是要放到这里。不过这个导弹是有个小毛病啊，也不大，就这样的。从上面来看就是有个偷胶啊，这是问题不大。然后后面的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它是扣在这里，左侧或右侧随便选一个啊，这样的扣上去啊，这个隐藏度也算可以了，虽然是就单边。那但这个手炮，我觉得手炮有点意思啊，它的组合是组合这个地方，这个去扣它中间有一个洞，然后它这扣上去之后有点好玩，你看啊，它是一个斜角度是往下发射的啊，那基本上呢，它还有一个起落架在这里，我们把它给。扣出来，那这个起落架是完全可以 cover 住它的一个这个高度的。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点给各位看一下。OK， 那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 OK 了啊。那后面两个应该是看这个关图，应该是要分开。载具的大小就是现在蛮标准的一个 V 级的一个尺寸。配色来讲的话，上面有个渐层的感觉。那这两颗，这应该说四颗螺丝钉吧，是真的是比较破坏一个美观啊，真的是蛮明显的，比较明显。还有这个地方这个插栓，还有这个地方，这个的话呢就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去把它给补起来啊。就是如果说还有其他所谓的各种改良版本的话，你看，这个钉子是真的是比较显眼一点点。那这个轮胎都是造型都不能动，后面也是一样的。那最有趣的说过了啊，就是这个炮弹的这个大炮的这个部分是斜下一个角度，飞行的时候呢只要收起来，这样就可以对下做一个轰炸了啊。透明的一个部件还是挺漂亮的。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变形的设计来讲也还算相当不错，人形也挺修长的，还原度也挺高，是近期的 SS 系列里头呢是非常优秀的一款作品啊。但呢我还是觉得还称不上 SS 里头最好的，不过是一个新的模具啊，算是也是一个新鲜的人物。那电影里头的表现呢也算是相当不赖，个人是比较推荐可以入一款啊。
价格的话呢，目前来讲可能还不会降下来吧，哦，那具体后面会怎么发展我就不知道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了，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胡富奇社，制作变形金刚开箱节目呢，至今已经进入第九年了啊，一直秉持的说呢，就是说我们最开始呢做这个节目呢，都是希望说呢，哎，如果你有想要购买变形金刚玩具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啊，特别是官方的玩具、正版的玩具的话呢，我强烈的会自我推荐一下，你可以先看一下我做的影片啊，我相信在这部分上面的话呢，应该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啊。你可以呢，从我的影片里头呢去了解一下把玩的一个手感，还有价格未来的走向的话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尽可能的给各位做一个预测，让各位能够用最高的 CP 值能去享受到变形金刚的乐趣啊。毕竟如果你想玩一辈子的变形金刚的话呢，在荷包方面的话呢，还是要精打细算的。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